大家好，我是追影，现在继续来一场拳皇98 C 联机版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批首发大猪，二批火舞，双方依然是三问选角色。三问选角色非常的有这个观赏性啊，随机性的人物。哎，火舞进攻，但是被大猪抓了指令头摇起来。大猪再次连起上岩石头，接铁锤大暴走，这套连招伤害很高啊。追力没追起来，反而被火舞夹到，火舞打了个逆向，直接上连招追地，追地又夹到板边再追，继续抓上大招挑起来，一个十八连，大猪也剩血不多，直接摔一下，大猪挂掉。现在进行第二场，看琢磨出场。琢磨首先来一波，火舞上去就是疯狂连击，但是没有连到。火舞再连追地，追地扔到夹到板边，夹上大招轰起来，这一套连招是特别的疯啊！再连一套拿下琢磨。现在进行到了第三场，看草剃出场。草剃首先来个毒了图，把这个火舞撂倒，会地波的草剃啊，好，再升起追地，追地以后再夹，又来地波，毒了图没打到，这个地波还挺快啊，发的我也又一地波，再次毒了图撂倒。这一次火舞是碰到强者了，碰到对手了，火舞挂掉。现在来看二 P 的第二个人物出场，卢卡尔。卢卡尔也是特别的疯狂，在这个版本里面直接哎，还是被草地追到，再来毒了图撂倒，月牙腿搞起来没连起啊。好，再连卢卡尔连没连到啊，我发了个大招，再来地波，现在该草剃连了，大蛇剃收起来，这个大蛇剃掉血真是多，特别是挤在板边，简直是没谁了这伤害。现在来看第五场，看二 P 的威斯出场，又是毒了毒撂倒，草地用的还很欢，又一地波，威斯找机会进攻，爆气继续冲过去， AB 闪身过去，又没逮到啊，又一个地波，现在这一次被威斯抓到机会，上必杀轰起来，再摔，又一个大蛇地啊，收起来了，继续上无视，但是这个威斯强反，草地还剩一点血啊，我去毒了毒撂倒追下盘，威斯挂掉。